昨天剩的米饭，今天我要给它做成辣条。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，是一顿辣条解决不了的。帅。然后呢？然后把桌上的剩米饭放嘴里，还没做就先吃上了。淀粉、面粉都来点，辣椒面、五香粉、烟熏料，再来两个跟我一样聪明的鸡蛋。就这个辣条的辅料是吧？接下来就是……哎，你看起来不难不是？我看你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来个玛莎鸡，我感觉有点稀，加点淀粉。还是这么惨不忍睹？我能请个场外救援吗？这不就一下搞定了吧？成功解锁辣条面团，给它擀成大饼脸。我要开始我的创作，吃了这么多年的辣条，终于有我的用武之处了。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完全没有任何差别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弄熟，再调个香香料。这是开始。辣个条都是你得点赞的形状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让它俩贴贴。巨香！你都咽口水了，我先吃为敬了哈。不好吃，这太干净又卫生了。啊，味道是一模一样，少了点。下回可以试试用牛筋面做，但是如果要那么费劲的话，我干嘛不去直接买辣条呢？